六月六日高考前夕，王源在微博为好友易烊千玺加油打气，明天就要高考了，千玺考试加油，一切顺利，六六六。同时他还为广大学子一并送上祝福，其他要踏入考场的考生们，我在这儿为你们加油，并晒出一张照片，照片里王源穿着白色 T 恤，头套还未摘下，举着一张写有高考顺利六六六的纸，一手比出六六六的手势，一脸认真可爱。粉丝也纷纷点赞王源，并送出自己的祝福，祝千玺高考顺利，最好的三支，和哥哥一起祝福高考生，希望明天高考的同学和哥哥一样六六六。还有小汤圆好想哥哥啊。更多精彩请下载中国蓝 TV。